街头换色的嘉义市130位新加国小的毕业生，结合学校的特色课程、交通安全课程，甲户外教育的自行车之路，凝聚当初三年的情谊，做伙骑单车，对风度将军，以家乡特色的地理环境为目标，带领毕业生集体骑车，行出户外，来认识所生长的土地，探索生命起源，进而互相爱乡。凝聚当初三年的情谊，今要留下记忆。130位新加国小毕业生，结合学校特色课程、交通安全课程、甲户外教育的自行车之路，在新加国小校园，由着运用加南平原丰富生命以及人文景观的道将军绕过，独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就成为学校的优质环境资源。今仔日集合做伙单车游道将军，行出户外来认识咱所生长的土地，探索生命的起源，进入互相爱。骑自行车的学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。那在骑铁马道之前，我们也做了一些课程哦，让孩子能够骑自行车考照。那透过考照的过程来学习如何安全的骑自行车。那上国中以后，那有些小朋友会骑自行车上学，那也知道怎么样安全的骑。那这一个结合学校的一个附近的地理环境，结合孩子的学习，那结合孩子未来的近一阶段的国中的学习，所以我们的学校的家长会支持这一项的一个活动。当前一个月，学生都需要完成体能存折，以储备充分的体力面对活动的挑战。有啊，要先练那个跳绳，然后跑步也都要做记录。为了深化学生对道将军的认识，义务性到学校以广告书的方式介绍道将军的历史演技。学校近有20位的志工在东港陪同囡仔骑车出游，投入守护学生的行列。为着让学生低温降温，在车队启航进前，每一个囡仔爱向所有协助这活动的爸爸妈妈致上最深切的感谢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